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宁瑞。然后我们今天出来骑车，拍一个骑行的 vlog。之前本来是打算要去爬坡的，但是因为天气和时间原因，我们选择在市里骑。我其实从很早的时候，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骑车了，但是那会儿是骑共享单车，经常就是从顺义到朝阳，朝阳骑回顺义。骑到后来呢，觉得共享单车不够骑了，就买了一个现在这辆车，虽然也不是很好的吧，但是能够满足我现在的需求，就骑到了现在。出去骑车的时候，比如爬坡，在走山路的话，你会看到非常美丽的风景，自由的味道。希望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出去骑骑车，对身心非常的好。哥，真走了。现在11公里已经骑了26分钟，原本想的是10多公里要骑40分钟左右，比预想的要快10分钟，看看能不能30分钟之前到达地方。哇，吓我一跳，我站着灯，下边变速器突然动了，要去调一下，不然非常的危险。蹬着蹬着，一下蹬空了，万一重心不稳就摔掉了。车店里边调的屁股，平常骑的时候都没有出过这么大的问题，也有可能是链条它的间距有点宽了，挂不到齿轮上，需要去换链条也有可能。好多人在拍。
大家好，我是明瑞。现在我们到了餐馆，大家看我们这边的菜量非常的大。刚刚路段上碰到了一些小挫折，我的车子坏了，变速器出问题了，但是我们最终还是骑到了这里。吃饭。你知道那个吗？粉丝先吃，完蛋。吃完了，拜拜。哎，我有个想法啊，我想骑318。然后你快说不行不行，然后我来一个无语的表情，然后这段拍摄就结束了。不行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你还是个未成年，放出V3RS 我最喜欢的车。我画的 V3RS 涂装是冰冻白。我到了这是穿过桥底下，直走一下就到金密路了，穿过那个桥就到酒店，酒店桥了，到酒店了。走一拐弯，然后就一直沿着一条路一直走，去
去的地方应该是在叫什么呀？三号航站。但是你这是 V3S 吗？太牛了！就是那儿拐弯过去就是。不是要走到这儿，国泰生活广场。哦，那前应该是前面吧。非得让我来跟他们一块骑，我就蹭着跟他们骑一圈。他们已经速度好30左右，差不多吧，我觉得。车多不太好骑，我经常都是就往西边骑，每周都骑上个一两次。我们一般都是早上6点起来，然后完了9点左右到那个古城地铁站，然后就骑。今天骑行的感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碰到了一个也是骑车的人，但是他骑的那辆是我非常喜欢的自行车的牌子，然后和他聊了一会儿，然后帮他带了一会儿路。现在我们结束了今天的骑行，大家喜欢这样的系列吗？如果喜欢，我就多拍一点这样的骑行 vlog 给你们看。好，我们今天收官。